OK， 咚咚咚咚咚，怎么了？来，你往这边点，来这边点。好，喂喂喂，有声音了啊啊！你平时往这个唱歌啊？啊，就往这个唱啊？对啊，这个用不习惯啊，对吧？不是啊，来来，来了来了，来了吗？来了吗？来了来了喽，能习惯吗？习惯，李老师，你帮我把手机拿来，我手机在这充电，可以看一下手机。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白糖的访谈节目，欢迎大家。哎呦，喂，那个水，喝点，我们弄的姜汤，有点太冷了。谁送的火箭？谁这么冲动？谁这么冲动送了一个火箭？谢谢。急了，等一下啊，看一下怎么样？看一下啥样？哔哩哔哩，你们家姐姐哔哩哔哩啊？嗯，姐姐，谢谢姐姐，谢谢哔哩哔哩大姐白十三啊，都。哥姐姐们，你们不用这样送，不用，完全不用，我们就是来玩的，我们俩一起直播播玩啊！哎呀，干啥呢？哎呀，嗯，哎呀，超人哥，感谢，哎、无所谓，就我们俩今天开播就不用别的了，就坐这感谢好了。哎呦，来，这个白糖甜甜蜜，哎，怎么没有音乐声音了啊？来，音乐先整起来。我换一个温馨一点的。我这在这啪一个左边腿。哎、感谢感谢感谢我们家彩虹团家人们，感谢感谢。放个温柔点的啊，不好意思，兄弟们。没事。还放温柔的。温柔一点啥？哎呀，放一个熠熠的光。啊！别、啊、放其他的。放其他的。那就随便。发财发福中国年。这是过年用的。我们放一个温柔一点的啊，来。哎，谢谢谢谢谢我们家人们，感谢。不是，大家不用送啊，哎、真的，我觉得咱们家那个我们家唐老板娘的所有的兄弟姐妹完全不用这样的啊，不用。不是，这那没事。来，我天哪，我们俩等一下给他们唱唱歌啥的，好不好？好呀。哎，今天我们俩开一个座谈会，好不好？温馨点的座谈会。嗯，我来整几个先啊，等一下啊。干嘛？你干嘛呢？我只能用这个唐印到我台的号给你说。不要刷礼物，别刷礼物。你别刷礼物，差钱儿吗？你要知道，你有一个很富有的闺蜜，你拥有一个很富有的闺蜜，别刷礼物了，好吧？这咋这样呢？别刷，够了，你再刷那么多干啥？我看你那存多少钱呢？没了，怎么这样？哎，谢谢咱们家所有唐老板吧，别刷了，别刷了。咱们家所有的唐老板家宝也不要刷礼物。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一起玩挺开心的。而且我在他舞台上，我觉得很开心，特别放得开，然后真的很有意思。大家就不要去刷礼物了，那么就客气了，是吧？唱歌吧。哎呀，不是，这就那个啥，牌面的整起来。牌面已经很有牌面了，现在你们家大哥大姐已经占据了我们半壁江山。来，我们来吧，给他们唱两首歌好不好？行啊，行，你累不累？累啥呀，人气往5万冲一冲，行不行啊？没事，一会儿就上来了，哎、你不用喊，一会儿就上来了。一会儿上来了，现在直播间已经43000了，你都不用喊。来，不喊，来，你想听你唱什么？在哪？随便、啊。咱俩唱个温柔一点的。温柔的吧，这次回家就不闹腾了，好吧？对啊，闹腾一晚上了、咱们你看你想唱什么？我们唱个温柔的。最后的人呢？最后的人，好，好。哒哒哒哒，后的人，我刚看到了，嗯。伴奏，我们是访谈节目啊，访谈节目。哎，我找个这个版本好像不太行，要升个调吧。等会儿啊，我要调整一下，我调个上个调。歌词呢？马上。每个人走过这片海。上个调。哎呀，我未连接升降调插件儿。
过分了，就只唱吧。哒哒哒哒哒，哎，哎，你这个我都不会整呢。我音乐呢？我的酷狗呢 ？Hello， 酷狗。最后是，那就这个。刚才不好意思，兄弟们啊，这个整岔皮了。来，试试。哎，来，我们来一些抒情的歌，好不好？好 ，OK。开，哇，谢谢，谢谢，是我们唐老板家的宝宝啊，欢迎过过啊，谢谢妍姐，咱们所有兄弟，我们给榜一，我们点一点关注。哎呀，不要了，我那个是企业号啊，企业号也点嘛，万一以后用它，宝宝们找不到呢。最后你干啥呢？别说，我都没想。别！哎，等一下，我都没弄过。不要！他不爱，心都已不在，回头再也看不见有你的那片海。是谁在许愿比理想慢了？悲哀，是我牵起了悲哀，换来了伤害。也许是我不该等你，是你不该回来，原本浪漫的邂逅变成了来冲十万人来可以吗？我们真的不会彼此拥抱转身再离开，只会冷冷的静静的不说话，停在那儿发呆。我有多爱你，你有多爱我，其实我们都说不出来。我们再也不像从前那样舍不得伤害，而是说出了最狠最痛的话，然后 say goodbye。 你忘记了承诺，我抛弃了最爱，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爱着就分开。欢迎十一哥，哇哦！这个今天基本上晚上来的也都是喜欢你，比较喜欢你的。然后今天来到我的直播间也是最喜欢你的，来到我直播间也是最喜欢我的，都是喜欢我俩的。对，其实我觉得挺幸福的。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啊，那个我们家好多宝宝给我发了消息，就是觉得哎，说觉得我们俩配合的好，他们特别开心，就是能这样。他觉得像，哎，不行，我不能放这个好像先稍显有点啥，这个我就要找一个，比如说欢快点的，来气氛搞起来。我觉得我们这样聊聊天挺好的，我觉得就是要有一个欢快点的节奏来，一定要欢快点的节奏啊，对，不能煽情吗？煽情也可以，但是一煽情，你信不信我们现在唱首嗨的就上十万人了？唱一首嗨的就上十万人，要这样、啊、咱俩坐在沙发上就是要这样、啊、就不嗨啊，咱俩然后在沙发上蹦迪啊，可以啊要不要？可以沙发上蹦迪，咱们找一个可以蹦迪的。你不累的？其实我不累，他今天我觉得他嗓子哑了。我不哑了，我突然瞬间不哑了。好啦，对，瞬间随便唱都可以，青藏高原也可以你吹，反正就是，不过现在没有人帮我们唱了 啊！对，就剩咱们两个了。哎，咱们俩八万人了，来八万人了，咱们俩唱什么？哎，你玩你不、啊？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哦，这个行，可以，这个行、啊，代表我们这个对粉丝家们说的话，好不好？我也喜欢这个歌。好，来，我们把这首《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送给大家。送给小白呀家家们，就我好开心啊，就是唐老板有活动的时候或者他愿意来找我，我就是真的很开心。因为我吧，可能我的大大咧咧的性格啊，就是他愿意说哎呀呀一起来玩啊，我就觉得很开心。因为没有几个人邀请过我的啊，真的，其实我也没有邀请过几个人真的，家人们都知道的。所以我觉得咱们俩就是真的惺惺相惜，而且我俩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喜欢跟他吐槽、啊，我就觉得我也跟他吐槽，对，我好不开心哦。然后他说：“哎，真的吗？我也要啊。”
这也说不出来。其实上次你如果没有来长沙，嗯，就是咱们没有接触过，可能就感谢神秘人。就是我们两个如果没有接触过的话，其实我们就不会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我们见过面。我觉得，哎，他性格跟我蛮合适的，嗯，缘分就是。谢谢神秘人，感谢神秘人大哥，大哥不要刷了。夜已沉默，心事向谁说？无肯回头，所有的爱都错过。别笑我懦弱，我始终不能猜透，为何人生淡薄？风雨之后，无所谓拥有，萍水相逢，你却给我那么多。你当初寒冬，温暖只保留给我。风霜寂寞凋落在你的怀中，人生风景在游走，每当孤独我回首，你的爱总在不远地方等着我。岁月如流在穿梭，喜怒哀乐我绳索，只有你在天涯尽头等着我。哇哇，九万人了，哎，哦啊啊！感谢神秘人大哥，感谢神秘人的华子引流。哇，这不马上十万人，马上要十万人了，我也有今天，谢谢，我要谢谢你，啊，咱们俩就不要说谢谢了，好吧？啊。谢谢大家。风雨之后，无所谓拥有，萍水相逢，你却给我那么多。你挡住寒冬，温暖只保留给我。风霜寂寞，刷了刷了，凋落我在你的怀中。给我截个图。人生风景在游走，每当孤独我回首，你的爱总在不远地方等着我。岁月如流在穿梭，喜怒哀乐我绳索，只因有你在天涯尽头等着我。感谢直播间十万人，留下风景在游走，每当孤独我回首，你的爱总在不远地方等着我。岁月如流在穿梭，喜怒哀乐我绳索，只因有你在天涯尽头等着我，在天涯尽头等着我。谢谢谢谢大家的礼物，也感谢我们直播间十一万人了。哎，我就没有想到我直播能有这个，如果没有你的话，你手来揪了，你直播你不经常十万人吗？哎，这是你的，这是我的，你的姜汤在那里，我在那边，嗯，对对对对，谢谢直播间的这个十一万人捧场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喜欢我们白糖组合，唐毅人品不错，对，唐老板就大家了解的少，因为他是平时做大舞台的时候比较多，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少，但是他人真的很好，嗯，我觉得啊，我真的觉得他很好，就他特别特别懂得关心人，哦，不不也不懂，但我觉得挺好的呀，反正其实就是其实我们，你是不是也其实很少？其实我的互联网上的朋友是比较少的，还是比较少的，我是没有朋友。嗯不是有我吗？啊，对啊，就除了你之外就没有什么朋友，日常也没有朋友，除了工作就是直播。嗯，但是唐老板人是很好的啊。哎呀，啊，你看公屏上，
公屏上全是喜欢。等会儿啊，大哥刷的华子比较多，我们退出一下，看一下。嗯，嗨了几天，终于听到抒情的了。对，今天他很辛苦的，然后呢，还要晚上再陪我播一场。我不辛苦，就我知道他肯定是想让我的人气更好一点。我不是，就是我也想在你这里给大家唱一下抒情歌。好好好，就是上了，谢谢大家啊！大家不用送人气票啊，你们还想听什么？一直都好，是吧？喜欢你们。求歌名，刚才那首歌叫做《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是我们俩送给我们所有喜欢我们的粉丝的一首歌。是啊，今天我觉得真的好好好感动啊！我也觉得。我跟你们讲，昨天、谢谢雨果，谢谢雨果哥啊，谢谢大哥。我昨天还跟唐老板还偷吃了唐老板的好吃的。啥？就是水果。偷吃啥了？就是你家宝宝给你买的，对，榴莲。怎么叫偷吃了？那明吃好吗？谢谢谢谢，开心开心，他们都很开心。还要天下有情人啊？哇，还唱天下有情人啊，宝宝们！就明天在唐老板直播间，我们再唱好不好？在我直播间，我从来没唱过天下有情人啊。他们还想听一半疯了，一半算了啊？好，行吧，这歌好吧？一半疯了，一半算了。嗯，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出来啊，他这个条件有限，宝宝们，所以我点歌打字有点慢啊、哦。就感觉这个。这个光还是不太好，就这两个，他就这只有这两个补光。看，就你看我们俩就这个好模糊的脸，他们还愿意看我们，就这看都看不清呢，那个脸都。他这个没有办法，他就给了这。没事，就是这没办法，这是酒店准备的。对，酒店准备了，只能这个条件了，家人们啊，来，好开心，好，来不来一首一半疯了，一半算了，因为现在也是十二点了，马上。嗯好，不唱嗨歌了啊！好，哎，那这个颜色要怎么调才行？对，我觉得我昨天都调一次了，你知道吧？我看一下，哎呀，不行，更白了，这个不行，更白了，原声吧，看原声，因为咱们的光源不够。哎呦，哎，这个好一点点，可以吗？是不是原声好一点？不然的话，我们加一点点这个美妆在里面。加美妆点，可以吧？这有点惨白，我感觉是没有其他光源了，因为来，我们来就唱这首《一半疯了，一半算了》来，送大家。来，大家不要管颜值啊，我们两个是一个才，我们俩是才艺。我觉得是太亮了，真的太亮了吗？它不是太那个，这个应该我们俩要暗一点点，就有那种感觉啊。这能调暗一点吗？哎，算了吧，就这么将就着吧，好吧。来，我们尹老师帮我们调暗一点。好，来，这是男生的版吗？可以，这个调应该是可以的，你试试。女生版特别高。哦，来，我们再大声一点。DJ 老师，好嘞，大声一点，重来。我现在突然感觉自己好像半身不遂呢。看看这个能不能灯光再稍微暗一点点。对，完了，半身不遂呀。谢谢吴三手大哥，感谢。熙熙攘攘这命运的道场，谁曾燃起希望烧一片空旷，多少心的滚烫来不出花香，有梦的人也许最迷茫，就快拿出备胎前进不了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这一生一半疯了一半算了，不是年少不疯狂，只是岁月太荒唐，就怪那岁催人老，谈不起一如既往，笑谈风霜留一副冠冕堂皇，这一生一半疯了一
算了，再对烈酒诉衷肠，只能说说旧时光。还有点可能的啊，可能啊，咱俩都唱不完，可以唱慢版的哦。唱慢版的了，不要唱这个。这个歌大家也喜欢，你喝点姜汤，外面有点冷清。好听吗？直播间的宝宝们，好听吗？来，我都看不到公屏，我天，看在公屏来。熙熙攘攘，这命运的道场，谁曾燃起希望，烧一片空旷？多少心的滚烫，开不出花香。有梦的人，也许最迷茫。求怪那酒杯太浅，禁不了泪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这一生一半疯了，一半算了，不是年少不疯狂，只是岁月太荒唐。就怪那岁催人老，看不起一如既往，笑谈风霜，留一副冠冕堂皇。这一生一半疯了，一半算了，再对烈酒诉衷肠，只能说说旧时光。就怪那酒杯太浅，禁不了泪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这一生一半疯了，一半算了，不是年少不疯狂，只是岁月太荒唐。就怪那酒杯年老，看不起一如既往，笑谈风霜，留一副冠冕堂皇。这一生一半疯了，一半算了，再对烈酒诉衷肠，只能说说旧时光。好听。谢谢大家。哎呀，好听，咱俩应该研究研究之后再整点啥节目，我觉得真的不错。真的，我觉得我们俩在舞台上很搭。对啊，是不是？今天我一下台的时候，他们所有的工作人员跟我说，哎，你们俩，谢谢小羊羊，谢谢安陆哥，感谢小羊羊，感谢。这个今天每次他们说，哎，你们俩这个合伙，你们俩做个一个搭档好了。真可以，以后就户外是吧？行啊，咱们就一起是吧？行，多好，谢谢宝宝们。正好我一个人也那个啥，你可以随时找我就好。我今天涨了10万粉丝，真的吗？怎么可能？没有吧？哇，真的真的，我反正我是涨了很多粉丝，很多很多的粉丝。谢谢宝宝们，谢谢大家的礼物。他们说我们那俩声线很搭，对对对，声线很搭。他在说什么？欢迎唐毅的家人们，白糖组合超甜，耶！嗯 yeah! 谢谢。Yeah! 要是要合伙不？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我们的成长离不开粉丝，更离不开我们互相的配合。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才艺就好好做，我能，因为我前两天就说，我说我可能小白牙的能力，我更适合可能脱口秀啊，然后唱唱歌聊天。但是我要是让我做到几十万人，很难的。这个真的很难的，但是我如果说能做一些能跟你一起，然后再帮你把人气做更好，我觉得这个我挺愿意的。我不适合做领导，我适合做将军。我也不适合做领导。你适合去做那个王者，然后呢，我适合做将军。就是我也有我身上缺陷的东西，就是我可能语言方面没有你那么强。所以你看看，你就把我这个弥补了。我是东北人呀，你别忘了，是张口大家就想笑的。是，所以就是真的，蛮合适的。我们俩在一起搭档，还真的。我们俩能变成王炸不？嗯，炸。最重要，我们俩都不没有偶像包袱，你知道吗？对，就是随便玩都可以。来喊个口号，白糖，白糖组合。有吗？我看不到。
哎，我正好没看到。有，有，有，是不是我瘦？是不是我瘦了？我的上下巴都不见了。我天、你们还想听啥？今天你们就点吧，好吧？我们俩可以给你们唱歌。涨了10万，哎，真的啊，啊还行。我是山东人，在东北出生，在东北长大。小白牙会逗人笑，就我就哄你们乐呵行。我晚上打野的时候、你们家好多宝宝不睡觉跟着我去打野，然后呢就平时就是因为我搞笑逗他们开心，然后就好多跟着我去打野去，就我就不会打野你知道吗，我就特别不会。我教你啊，你想打吗？一会儿咱没事的时候我可以去连两个，我看。但是你有点不好意思你知道吧，但我没有关系，就我好，但不行，不能用小白牙账号，不行，对对，用那种小号，对对，用小号，这这用小号隐藏起来，不能就、可能，对，要客厅可能，可能，对，可能，可能唱了，来，行，来，可能，宝宝们，我们条件有限啊，因为我们这个光线啊不太足，所以呢，画面可能没有平时那么好看，但没关系啊，不影响咱们唱歌和聊天，好吧？哎，我们来个慢慢的，可能，可能来，你嗓子可以吗？可以，好。可能我们今天有20万人，今天我的直播间太晚了。可能南方的阳光照着北方的风，可能时光被吹走，从此无影无踪，可能故事只剩下一个难忘的人，可能昨夜梦里依然笑得纯真。欢迎刘声哥。可能北京的后海许多漂泊的魂，可能成都小酒馆有群孤独的人，可能唇边有微笑才能暖你清晨，可能夜空有流星才能照你前行。好听。可能夕阳城墙上有人誓言不分，可能有趣爱的认真，谁说要陪你牵手走完一生，可能笑着流出泪，某天在某时辰。唐毅吗？不是。他是唐宝宝。他是小豆芽。你先来。可能桂林有一串歌词去了，可能在呼伦草原浏览流程风景，可能再也找不到愿意相信的人，可能穿越了彷徨脚步才能坚定，可能武当山道上有人虔诚板凳，可能周庄小巷里忽然忘掉年轮，可能要多年以后才能看清曾经，可能在当时身边有双温柔眼睛，可能西安城墙上有人誓言不分，可能要去到大理才能爱的认真，可能谁说要陪你牵手走完一生，可能笑着流出泪，可能终于有一天刚好遇见爱情，可能永远在路上有缘分到前行，可能一切的可能相信才有可能，可能拥有过梦想才能叫做青春。谢谢谢谢刘声哥啊，感谢大哥，刘声哥是一个喜欢听歌的一个大哥。谢谢所有送礼物的家人们，感谢感谢。好听吗宝宝们？我俩的声线其实很搭的，是不是？是有点一路长虹。谢谢谢谢友善、声音挺好，但我听说他嗓子都哑了。
有一点点，我的嗓子有一点点哑，但是也能唱。我们要不要唱？不要唱那些，唱好唱的吧。唱的，宝宝们说咱俩咋跑一块去了？就是，正负极还不能相吸吗？困了，他们都困了，就去睡去，宝宝们。我们播一个小时。护花使者，他不会唱粤语、啊，你要不要来来首粤语吧？我们俩行啊，那我啥粤语？我不会唱，但是我脸皮厚。没事就玩，我们正好帮你唱。行，还说啥？你说唱什么？无聊、哦，唱你适合的。我什么都行。唱我们俩都不适合的。那他唱什么？都不太会唱的啊，才有效果啊。唱什么？嗯，好像是唐毅。休息休息吧。咋就休息呢？刚上播就休息、啊。你家宝宝心疼了，心疼，确实心疼你了。不是，是把小白号。那不行，小白号的朋友，我跟你说，抖音不倒我不倒，我就陪你到老，我播死你。哎、催眠的轻音乐想听，一日一心心，停停，来定毛针，啊，不唱了，我这个没事，唱不上去了，没事，红唇，红唇，真的爱你，我也不太会唱，要试一下。你保护手心。算了吧，这太经典了，不能这样。心疼你俩嗓子，没事。爱似水仙，我能唱。哎，不是太高了，我唱不上去了。咱不唱了，你少唱点，不唱了。嗯，袁维斌你会吗？会啊。哎呀，这个太柔了。没事啊，没关系，你不要在意人气。我直播间你不要在意人气，没关系。太柔了，就是那，红唇。红唇行，你可以吗？可以。红唇不高。秋上秋夜里、哎，我跟你讲，这个红唇这首歌，我们家姐姐老喜欢了。哎，我们家人喜欢这首歌，你红颜知己啊，对，超喜欢。哎呦，就真的是，真的，但是真的也挺好听的。我不明白，就这两首歌，我们家姐姐们就喜欢不得了，红颜知己啊，对对对对，可能她希望就我们一路长红。那他们说饭到了，要不要先吃饭？你要不要你先去吃一口去，好吧？没，我们来唱首歌。你不吃吗？我刚才都吃了好多。我觉得我们俩正在吃，我们正在吃更上人。好吧，要不要先唱一首，直接在这吃，一边吃一边唱。啊，行，我先唱，然后你先吃一口，是吧？来，这8-9万人看我们吃饭。一首红唇、啊、也不是不行啊，就这样才上人，他们才喜欢看，他们不想听我们唱歌了，帖子他太多了。是的，是的。聊天都这么多人、啊，来，主要是唐老板的他在哪儿人多，哪里？你用思念涂成一抹红，让我跌进胭脂色的梦，情有多浓，心就有多痛。最怕这样突然的重逢，做法的一滴红，我已不再为谁而心痛，眼花春雨都藏在心中，那是一生不能说的痛。就像秋夜里最后的红枫，你用唇印将往事尘封，红唇微起泪光闪动，忘了这长短暂的相逢。就像记忆里最后的红枫，层层叠叠染红了天空，红尘笑送胭脂笑容，我们从此山水不相逢。不要啊，烫烫，不要离开我，烫烫，但是我要走了。糖糖，不要离开我，不要忘记山上的那一片红枫。
在这儿没看着毛峰。我在这儿就看见了这光秃秃的，我看到水煮肉片，我还看到了红烧肉。风盘回忆又落一地红，我已不再为谁而心痛。好听。烟花春雨都藏在心中，那是一生不能说的痛。就像秋夜里最后红烧肉，你用唇印将往事尘封，红唇微起泪光闪动。红烧肉来了，实在不行给我盘排骨。就像记忆里水煮的肉片，层层叠叠有收也有飞，红尘上送胭脂笑容，我们从此再也见不了飞。秋夜里最后的红枫，你用唇印将往事尘封，红唇微起泪光闪动，忘了这场短暂的相逢。就像记忆里这是什么菜，怎么菜，这个好像是腐竹，这个腐竹